杨洋、陈伟霆、张艺兴。2019年央视春晚紧张筹备中，随着早前语言类节目结束审查，歌舞类相关节目也进入了准备阶段。央视春晚舞台上每年都不乏人气艺人身影，有春晚相关人士向媒体透露，演员杨洋已获今年春晚节目组邀约，双方在进行进一步沟通，若进展顺利，这也将是杨洋继前年和童铁心搭档，去年和王凯合唱之后连续第三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。去年人气艺人陈伟霆、张艺兴等也加盟了春晚舞台，陈、张二类加上黄渤共同带来的歌舞表演也是去年一大亮点。消息人士同时称，今年春晚节目组也已向陈伟霆、张艺兴发出邀请，至于节目形式如何，艺人能否最终登上除夕春晚舞台，媒体将继续跟进相关消息。上游新闻综合。